我要对抗，我必须要对抗灵的计划，用我的死灵对抗灵的太虚创世。灵要实现太虚创世，这是灵告诉你的吗？他怎么会告诉我？我拒绝了他的要求之后，就把他从开发组里踢出去了。那你怎么会知道灵的计划？本来我没有把灵的话放在心上，只当他是个疯子的梦想而已。但是，自从这件事情发生之后，让我警惕了起来。你看这里。哇，死灵上推广位了！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一个默默无闻的内测手游会突然登上推广页面，这不是说明你的游戏做得好吗？登上推广页的原因在于死灵的销量好得可怕，第一天推出就卖空了。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宣传，那这些买的人是怎么知道死灵这款游戏的呢？带着这个疑问，我看了一下玩家动态。那发现什么了吗？玩死灵的只有除了开发小组的五个人，玩死灵内测的真实玩家就只有一个人。也就是说，所有上架的死灵内测盘都给一个人买走了。他为什么这么做？我也想知道，所以我在游戏里加了他好友，并且查看了他的资料。喏，就是他。玩家资料里写着太虚创世。木木，别紧张，我不会伤害你的，因为我必须传达一个重要的讯息给你。用这个讯息，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，好好保护世界吧。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，其实连我自己也不清楚呢。不过关于死灵的一切，我都通过脑电波传输给你了。别说我不遵守约定哦。知道了那么有意思的情报，你是不是也兴奋起来了呢？可是 Echo， 我还是无法相信你传达的一切。你还真是个无趣的人呢，妮娜。Echo， 放开妮娜，快点乖乖投降，你已经逃不了了。
这个世界上不懂得珍惜生命的羊还真多呢。真是的，要我说多少遍才能记住，枪对我是没用的。二连发，有意思，看上去是一次简单的射击，但其实在肉眼无法分辨的速度下还追加了一次。由于第二次的追射紧接着第一次，所以枪声产生了重叠，听上去就只有一次枪响。接下来的子弹就更微妙了，由于是平射，所以第二发追射的子弹完全平行于第一发，在正视觉上是无法看见这颗隐藏起来的子弹的。而更可怕的是射击意识，由于我会读取脑电波，所以一般人在行动前我都能知道我接下来的运动和指向，但是这家伙来讲是居然完全靠本能意识。哼，定点连射，艾姆森家族的独传枪法，为什么你会使用？在下杰克·艾姆森，枪法是父上霍普·艾姆森教我的。戒律王霍普·艾姆森，你父亲是戒律王霍普·艾姆森将军？你呢？他不是你的同事吗？你完全不知道他的家族吗？你这些年是怎么混办公室的？没用的情报会占用我的脑容量。嗯，你真的很不会做人呢。快投降吧，艾克，接下来的射击可不只是定点连射那么容易躲了。看来你对自己的枪法很有自信啊。我学枪只有两年，之前都是用板砖的。你换枪的动机是什么？板砖不好吗？因为妮娜说遇上我算她倒霉，而枪兵是加幸运的。Jack， 其实这句话算了，没什么。你笑什么？心情都被打乱了呢，这样还怎么杀人呢？好好珍惜吧，妮娜。会因为你的一句话而改变自己人生的男人已经不多了。这种绝种生物还是帮你留下吧。我们有缘再见了。站住，艾克！我要开枪了。住手，杰克！先别管艾克。妮娜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联系到中海实验室了吗？联系不上。为什么？这里附近突然出现了强大的电磁波，所有的通讯设备都无法工作。电磁波？是公主？公主开始变异了吗？公主？就是你们在直升机上遇见的那个怪物吗？可是妮娜，你怎么？来不及向你解释了，关于死灵的一切 Echo 都传达给我了，所以我知道这个时间点上会发生什么事情。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快找默默，艾克不会杀他，他一定就在附近，只有他能解决现在的问题。默默？可他不过是叶英一的女朋友，他才没那么简单。如果叶英一真的把那个留给了默默，那么他将会是操纵世界命运的人。灵，让我们快点离开，似乎有死灵的玩家开始接近这里了。哎，那么急干什么呀？我的电池都用完了。这附近有超市吗？我要买电池。别闹了，司马。我没闹啊，没电池我心里没安全感。哎，你要知道。别挡路，死猪。哎，少典。开玩笑适可而止啊。对不起，我只读过初一，还不懂怎么和猪开玩笑。住手，有人正在靠近。
小心。这算什么攻击啊，速度这么慢。速度虽然慢，但威力还是有的。这应该是死灵 level 5 的斩击技能联络。这种技能的专属职业应该是骑士。你们就是太虚的玩家吗？真让我失望。你是夜莺一派来的吗？不是，我是高树博士派来的。话说你套在头上的是什么呀？内裤不是这么穿的。中海实验室的高树博士吗？那么你也是死过一次的人了。奇怪的东西啊，又是垃圾短信，推销手游的吗？现在这种推销短信太多了，真是让人讨厌啊。这么快就到了，看来不是很远的。五城东明，我来。那边的手脚太慢了，快点搬仪器。还有你别抽烟了，我们只有三个小时，有点紧张感好不好？喂，你在干嘛？现在是抽脚的时候吗？队长，快去看看吧，那边的天坑里出来个东西。灵，我们到了。是的，好，你消息来我们就动手。好。有我和蛇天君在，应该能克制那个东西啊，你放心吧。好的。哎，老姚，这双龙柱下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啊？林涵要我们两个一起来。这你都不知道吗？魔都的龙柱传说很有名的，你自己问度娘吧。度娘是谁啊？你老婆吗？怎么会是我老婆呀？我在宅也不会对一个网站有兴趣吧。林既然知道这下面有他要的东西，为什么之前不动手，一直要等到现在？他在布局，在布一个很大的局。
只有等到今天，所有的棋子才能完全就位。几个小时后的黄昏，则是世界异动的最佳时刻。到那时，您必然会和我们一起送给肮脏的人类一份最大的圣诞礼物。开启太虚创世。喏，就是他。玩家资料里写着，太虚创世的女孩。那他和林的关系是？这我不想知道。当时我就想知道林到底想干什么。而当我知道太虚创世的意思之后，我也惊呆了。到底林到底想做什么呀？他想创造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新世界，或者说毁掉现有的一切，用他创造的东西站在生物链的顶端。生物链的顶端？那不是人类吗？应该没有比人类更高级的生物了吧？有啊，神。林想让传说中的远古众神重新出现在这个世界上，这就是林所谓的太虚创世。